现在讲，刚刚会开了，回到一开始的状况。打了，现在这个画法错，有中了，你现在可以看到是右方使用非常罕见的双剑的方法。左方毕竟想刺激，可是太圆了，没有中，最后一下中了。左边就是非常激烈进攻，刚才打手中了，没有，但是这个反击打手了。下次挑目标，也许挑我们小目标，也许要再更谨慎一点才行啊。现在又回到两人对峙间，右边冲进去了，跟刚才完全不一样，是右边的先冲了。现在被逼到墙角，左边剑士打进去了，可是每次的攻击都只有到右边的剑的剑身上，并没有打到右边的躯体啊，这样子是没办法得分的。现在两人回到平静状态，天上打下砍到了腿，天上打下砍腿居然有中啊！比赛结束，叶乃真胜。真是精彩，各位观众可以知道的是，一把剑的进攻是非常困难的。但是当你两把剑的时候，你可以做偏上打下的方式来打到对方的下盘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。